弟弟，昨天晚上你姐夫没有回家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他昨晚，我给你安排个女朋友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够了，女朋友我一个就够了，但是装备元宝嘛，啊不，姐夫嘛，昨晚给你准备惊喜去了，嘿嘿，姐夫打的装备都送我了，八哥推荐的传奇，技能伤害爆表，暴力也超高，装备都是 bling bling 的，还送 VIP， 老姐你的坑，我是不会跳的，哼哼。